立委初选登记第一天，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在一片议员里长的加油喊声下，来到市党部领表登记，决定出战士林大同区立委。我信赖，但是不信邪，所以我来了。那选择士林大同区，很显然，其实从哪里跌倒，就要从哪里站起来。连卖了多天关子之后，王世坚终于证实出战选区。毕竟在林长佐、吴怡农宣布不选2024的立委之后，不管是中正万华或是中山北松山，都有人一再点名坚哥出战。中山区跟大同区都是我的本命区，可是这两次立委的选举，我都积极的、全心全意的帮忙吴怡农。我就像是媒人婆一样，那哪有媒人婆上花轿的？但在王世坚挑战前进国会同时，必须先在党内正面对决现任的何志伟。大局条款只是建议，并不是强制。我尊重我的对手，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隐含意义？其实没有。尽管何志伟低调暂无回应，但是即将上演的监委之争已让政坛掀起一阵波澜。华视新闻陈真、王世凯台北报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